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想离开这儿，在我走之前，我想把公司购买的房子还给你。开玩笑吧，房子已经是你的了。吴总，这房子我不能要，除非。 和小翠儿已经离婚了，是吗？我们俩走到一起，是一场误会。那你还愿意继续经营这家海鲜馆吗？除了干这个，也没别的可干了。吴总，你还记得我离开维多利亚时对你说过的话吗？什么话？我说过，如果你东山再起，我还愿意回来为你打工。 我这哪算东山再起？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愿意和你一起经营这家海鲜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